因医疗事故成为植物人的天宇回到天家，今日进行告别礼。有病在身的爸爸病情如何？回顾天宇多年来抗病经过。话俾我听，你做完手术之后最想做乜嘢？喂煮食嘅。有人话到俾我听，原来阿女同我之间系仲有一啲嘅交流。留意东张西望，告别小天宇。